听说投资靠近地铁站的屋子都不会输，那如果给你找到旁边还有 shopping mall， 而地点在旺区的笋盆又是什么概念呢？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这间位于Puchong全城唯一能走路到 IOI mall 和 LRT 站的公寓，只需150米的距离，步行不到3分钟的路程。你认为附近的屋子有这里那么方便吗？加上前面还有人行天桥能走到对面的商业区，要找吃有肉肉盖、日本餐、泰国餐、火锅、酒吧等等，选择多到你都吃不完。那讲到 SS， 你从路口驾驶出来就直接是 LTB Highway 了，然后再花1分钟的路程就到前面的十字路口，转左就出到可是 Highway， 转右就出到 Bukit Jalil Highway， 直直走就是加拉布中。一个 K 米利拉可以出到4个 Highway， 你们好好想啊，这里方不方便？如果你没有做过 market research， 一定知道整个 Sri Patan LRT line 是没有屋子同时间靠近商业区和 LRT 站的。但是哦，附近的 Condo 两房都已经租在2200，甚至三房都要2800了。这样这间屋子建好后可以走路到 LRT mall， 又可以走路到地铁站，你觉得可以租到多少钱？现在我们有开放三种料，从两房到三房四单位都有，加钱扣到完才从400多几罢了。有兴趣投资的你马上按下面的 button 找我了解更多啦。